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适合夏天吃的美食。先往碗中倒入一罐的牛奶250克，再往里面加入一个蛋黄，加入20克的白糖，然后再加入玉米淀粉25克，搅拌混合均匀。拌匀之后过滤到奶锅里面，再往里面加入一片芝士，开小火加热，边搅拌，搅拌成这种粘稠的状态。碗底铺上一点葡萄干或者是蔓越莓干，将搅拌好的面糊倒进来，把碗摔几下，震出里面的气泡，放进冰箱里面冷藏大概3个小时左右。冷藏好之后，倒扣一个盘子，然后将它取出来，然后用刀将它切成小块。我们的牛奶冰糕就做好啦。夏天到了，非常适合这种冰冰凉凉的美食。拿起来一块看一下，软软黏黏的，吃起来就像奶酪棒一样，口感香甜，细腻又顺滑，真的是超级的好吃。关键是夏天吃也非常的解暑啊，家里有牛奶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就请为我点个赞，关注我，解锁更多美食。我是阿玉，拜拜。